不是雪笑，回到东京了。这个跟北海道对比真的很繁华，很多人，周围都是人。我刚才落地铁站，那些人在我隔离直头好像要跑，我不知道他们跑去哪，可能跑回工吧。但这里的节奏真的很快，对比香港这里是胜之而无不及的。快过我跑步，昨天晚上就 check in 了一个叫在大冲站的 APA 酒店。那间房呢，你都知道东京的酒店一向都小的，所以就住间 cheap cheap 地，但这间都 OK 的，新的。间房小之余呢，但是的功能全部都很齐全。那我觉得 OK 啦，住间普通酒店啫。最正是什么，它的电视机可以将我电话呢播上去看。那我昨天呢来到之后太累了，所以在下面找了一间求其找一间餐厅吃就算了。那今天呢就会是快闪东京24小时。为什么只有24小时那么少？看到片尾你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在涉谷这里看下面的马路，原来这里有个秘境地方。我上到7楼这间叫什么？这间不知道叫什么咖啡，是7楼的。那你上到来它是有个吧台给你，是独享下面一个涉谷的大马路秘境。但我现在来的时候呢就不是很多人，因为现在10点半的人应该都回了工，所以看到这么多人跑。但通常人来呢就会去对面那间 Starbucks 的，但是那里呢你都知道 Starbucks 又不用钱，一定很多人，或者你买杯咖啡。那来到这里吃个早餐，享受下面的风景，还有个早餐我觉得都 OK， 有个免费的吧给你喝东西。所以呢你们来的话呢可以你間咖啡都特問，你唔食咗咁多日本嘢都想食下西餐。咁由於我太懶嘅關係咧，我買咗張東京一日券啊，咁啊唔使諗可以周圍搭車，又唔使睇話啲車使唔使俾錢。好似係有啲線係唔包嘅。我第一次嚟嘅就係我大鄉里嚟嘅。總之我就買咗張一日券啦。呢張一日券1600日元。好啦，食飽，依家開始我哋東京24小時第一站台場出發。今天的天气不单止是好，是过热，晒得太交关了。哦，见到个橄榄啦！1:1，有少少唤起我玩 GVG 的年代。在中学咧，放咗学就会去啲茶餐厅度打机。你睇佢啲脚咧几粗，不过佢做得好仔细喎，有埋晒所有啲机械嗰啲 join 嗰啲位置，啲手指系咪都识喐嘅咧？真系好型。佢如果咧开埋个驾驶舱俾人坐入去仲正，点解佢唔做啲咁嘅嘢？即刻喺呢度想出翻个年纪先，但我净系识 X 啊嘅年纪啊，至今我净系睇过00同埋根登斯汤都谂做。正啊！揾个位影下相先，但咁多人喺前面咧，我就唔去嗰度影啦。睇下有冇啲特别啲嘅位影先。突然間有好多人聚集喎，原來喺1点钟咧有個表演，就係佢會叫咩啊？獨角形態啊，爆竊啦，總之我完全冇懷疑啦，跟住即刻9秒9攞部相機就去影，跟住成個過程咧10秒钟嘅咋，好快嘅，但係日光咧睇唔到啊，如果要睇得靚咧，我諗要夜晚嚟到先靚咯。啊，真的好型啊！跟住佢而家完咗之後咧，佢係全開嘅形態，即係爆絲嗰個形態。嗱，佢依家係爆咗絲嘅形態嘅，嗰兩隻角咧係牙開咗噶。型啊！好搞笑，日本啲小學雞咧永遠都會戴埋同一色一樣嘅帽，有黃色、綠色，我見過，戴綠帽。係啦，耶！正啊，我都想玩，不過冇時間啊，下次嚟玩。呢家 Google Map 真係好方便，即係任何車唔識搭咧，佢都可以話俾你聽點樣去。依家佢仲要咧係你連邊個車廂落車最近嗰個出口，佢都話埋俾你聽喎。跟住有冇位坐啊 ，crowd 唔 crowd 啊，全部都可以喺 Google Map 嗰度睇得到。東京鐵塔，哇！嚟到東京鐵塔啦，呢度係東京嘅地標。對我呢啲菜鳥嚟到東京咧係必睇嘅，雖然好巷。但是咧，嗰啲白色同紅色點解可以 keep 到咁新淨嘅？係咪長期有人游嘅？
原先我系谂住去嗰个楼梯嗰度咧，影嗰个楼梯中间有个东京铁塔光景。但系咧，唔知系咪已经曝光得太犀利，好多人排队啊！咁我唔排啊，最憎排。佢都影到唔耐烦啦，咁多人，真系好多人喎，黐线！喂，条裤有啲短喎。其实呢笃嘢系咩嚟嘅咧？冇预约要排队，预约咗唔使排队。唉，但系都系好多人啊，救命！头先咧，雷门就太多人啦，所以我谂住走啦。点知嚟到晴空塔仲多人，我足足等咗成个钟，我先上到嚟呢一度。但系咧，我已经算快，因为我预约咗飞。如果你预约咗飞咧，你就唔使排队，可以直接攞飞。但系如果你冇咧，你就要排队，要等耐啲啦。但系都等好耐，救命！最憎啲多人嘅地方。咁呢度系晴空塔，我觉得系一定要上嚟，因为呢度咧系你系可以望到东京铁塔。咁同埋呢度咧系东京嘅制高点嚟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你上到嚟就可以望到成個東京嘅夜景同埋日景。咁我上嚟嗰陣遲咗啦，所以咧我而家就淨係望到夜景。但係你影嗰個東京鐵塔咧，真係好靚。咁晴空塔呢度咧有兩層嘅，就而家我身處呢層咩350米咁樣啦，同埋再高啲嘅一層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層咧，唔知點解好似頭先嗱好多人嘅，可能啲人咧堆曬上去上面嗰層。咁所以變相依場有少人咯，咁我寧願少人啲我都唔擠出去啦，爭嗰少少我都唔覺得有咩分別啲夜景。同埋呢度有間 cafe 嘅，唉望到間 cafe 我都有少少肚餓，要去食飯。新宿，成日聽新宿新宿，終於嚟到新宿。呢度依個啲人係好快嘅，今晚喺度揾燒肉食。哇！呢間 Uniqlo 使唔使咁大間啊？我要買兩對襪啊，對襪穿咗窿。咁大間嘅人點揾啊？揾對襪都咁難啊！揾到你啦！啊，要買四對咁多。試咗啊！你咪得，係咪依度？喂，佢 scan 唔到嘅。唔玩呀。哦，摆依度。几先进 ？Next confirm， 搞掂。我真系唔系好见到呢度嘅尽头，行十日都行唔完。唔好意思，已经开咗一间药妆店。要買呢個我最中意用嘅潤唇膏，我係得依只先啱用嘅啫，有少少薄荷味咧，搽落去先覺得自己有搽過潤唇膏。黐線噶，出到嚟大街都有咁多 shop 嘅，呢度又有，呢度又有，呢度又有。好可惜啊！頭先嗰間冇位啊，上到去，但係嗰排牆咧好靚嘅嗰個門口，唉，好想試。咁依家我嚟咗第二間，咁就行咗5分鐘到啦，喺個JR 站隔離。咁呢間叫牛達人，咁啊唔知道有冇食，亂揾嘅啫。但係佢第一個爐俾我睇咧，已經係一個唔係炭火爐，我覺得應該麻麻地。但係睇下啲牛絲。試一口先，冇嗌 raw steak， 麻麻地，冇話特別好食。嗱，依個係唔知咩三角位置啊，係腿部嚟嘅。西牛，大家一口飯，黃牛壽司，好多筋啊！即係十刀應該係入口即溶啊！咁佢依只唔係話特別太好食，同埋咧佢擺住有咩油就咁擺塊膠片落去又係。燒完咧都好似乾真真咁樣，同埋佢條味有啲過重咯。即係如果係靚嘅牛，應該唔使咁重味，蓋過咗牛本身嗰陣味。我覺得麻麻地，即係冇話你食落去咧，哇咁一聲。我諗頭先我去嗰間咧冇位嗰間應該會即係哇一聲。呢個 OK。但個飯唔得，佢個飯好似係個爛屎嗰啲飯咁樣咧，即係好似煲咗粥咁嘅。一劈嘅，但系咧個和牛就 OK， very 普通。因為壽司兩樣嘢啊嘛，一樣就係個上面嗰嚿料，一個就係個飯，你任何一樣嘢唔得就唔得啦。唉，總括嚟講，依間鋪頭係好普通，
唔使你。好啦，今条片亦都去到尾声啦，咁亦都系时候揭晓咧，点解我今日要快闪24小时唔留耐啲东京？因为其实东京好大，我有好多嘢都未睇，例如啲近郊啊嗰啲嘢。但系我行一日咧，我已经觉得呢度比大阪，即系我会拣去大阪咯，因为呢度太多游客同埋太急啦，啲人好似跑步咁样，我其实唔系好明点解佢哋要跑嘅。但係佢急咧，我就跟住佢急咯，即係佢行得快，我要跟住佢快咯。同埋呢度太多遊客咧，你會覺得自己唔係嚟咗日本，你會覺得好似唔係好識講啊！太多人，我唔係好中意咁多人嘅地方。Anyway， 好啦，原因點解我唔留耐啲咧？就係因為日本唔係我嘅目的地啊！今次嘅旅程係要去中南美，而我聽日就會飛墨西哥，所以如果你想睇多啲中南美嘅地方咧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。follow 埋我哋嘅阿姨，咁我哋去到墨西哥再见，密切留意，系咁啦，拜拜。Can't seem to in the fire